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香港今日是没有这个本地的新型冠状肺炎确诊个案的。下则的消息，今日6月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港版国安法已经由委员长会议提请会议审议了。其中港版国安法提及的外国势力干预的时候，今日新华社的报道提出的四类犯罪行为，同上一个月所公布的字眼是有出入的。上一个月提及外国势力干预的时候用的字眼是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但是呢今日就会用上这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字眼是有不同的。大家看到大家睇到两句说话呢，那个影响嘅层面都几唔同㗎。由原本嘅说话入面嘅前半段叫做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改变成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之前嘅所谓反对即係话包括连外国人喺香港，我嘅理解呀都有机会系捉嘅。依家摆明呢将个字眼变成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呢，咁嗰个一定系原本本土人嚟。咁即系何同呢一类啦，系咪先，佢又摆明勾结㗎啦。而后半部分呢影响嘅事务又有啲唔同。后半部分原本之前嘅说话呢就讲到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事务，而下面呢嗰个范围就改到叫做危害国家安全。那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讲句，有一些的所谓传言又好，但是我觉得是认同的，就是那些人在香港做一些事未必是干预香港事务。他在帮紧或者意图策划紧中国的其他地区达至另一种目的，就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啱，所以成个范围叫做依家覆盖咗佢喺香港，总之做到啲危害国家安全嘅事情就有问题啦。个人嗰方面呢缩小咗，依家咁样睇呢外国嘅人士似乎係唔受影响嘅，但係嗰个嘅犯罪嘅范围呢就扩阔咗啦。唔係话淨係 focus 喺香港本土啊，佢唔可以利用香港作为策反攻击伤害中国嘅一个桥头堡，佢破坏嘅即係呢一个嘅国安法要攻破嘅係呢一样嘢，要堵塞嘅係呢一样嘢，我所睇到嘅。好啦，咁以上呢就係我嘅睇法。咁你又对我对呢一个嘅更改字眼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有冇其他睇法，或者觉得我有错呢，可以留言话俾我同其他观众知道。好啦，咁下一则嘅消息，美国传媒就揭露咗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即将出版嘅新书入面嘅部分内容㗎。咁讲到去年六月啊，特朗普喺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啊，同我哋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会面，提到民主党嘅人敌视中国之后，话锋一转，谈及美国总统选举，仲暗示中国嘅经济实力咧能够影响选情噶，恳请习近平先生确保佢能够胜出连任。书中有提到特朗普咧强调农民嘅重要性，以及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大豆及小麦是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书中又指特朗普去年不愿意就当时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发声，是因为美方正在设法与中方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不想理其他事情的。又说美国本身亦都有人权问题。咁书中呢更加讲到特朗普居然一直都唔知道英国系一个拥有核武器嘅国家，仲提出过芬兰系唔系俄罗斯嘅一部分呢一种问题啊。博尔顿仲表示佢原本呢系想刊出特朗普当日讲话嘅原文㗎，
但是呢，政府在新书出版之前审视内容之后有其他决定。司法部呢早前就向博尔顿提出民事诉讼，指他的新书涉及政府机密，以图阻止他出版的。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博尔顿啊，咁啊新书嘅内容啊好惊为天人之外，咁啊依家呢一件嘅事件啦，好受到外界嘅关注。咁啊，已经去到咧，原来早前啊有一啲嘅媒体都开始采访紧呢一个嘅博尔顿，咁啊，但系嗰啲影片都未播出嚟俾大家睇，係預計20几号先至会出街嘅，但系都要提早攞埋出嚟啦。当中讲到，普京啊，俄罗斯普京点样睇特朗普嘅咧？咁我哋可以睇睇影片先。Thinks he can play him like a fiddle. I think Putin is smart, tough. I think he sees that he's not faced with a serious adversary here. I don't think he's worried about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as we say, sees himself as a deal maker.What happened to the deal maker in those situations? Well, the president may well be a superb deal maker when it comes to Manhattan real estate, dealing with arms limitation treaties on strategic weapons, dealing in many,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re things far removed from his life experience.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somebody like Putin who has made his lifeunderstanding Russia'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against Donald Trump, who doesn't enjoy reading about these issues or learning about them.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美国引起好大关注噶。咁啊，特朗普寻晚咧亦都系发 Twitter 去反驳噶。咁啊，讲到话，哇，呢个啊傻嘅博尔顿嗰一本书咧，系充斥住大话同埋假话噶。佢之前一直都讲我嘅好说话，仲俾人登出嚟。直到有一日，我將佢炒咗油啦。呢一個係一個心懷不滿、令人煩厭嘅傻仔，日日到黑淨係掛住打仗，蠢到冇人有，然後俾人排擠啦。我好開心地拋棄咗佢，真係一個蠢貨，大概咁嘅意思。之後再發第二條嘅 Twitter， 講到話連布殊總統都炒咗佢，佢就係無能嘅咧。哇！又係一個非常美好嘅。事實，美國的高官，一就是蠢，二就是謊言與大話，三就是無能。啊，跟特朗普好像，你覺不覺？同一類人來的，他們其實上演的那種呢，我們所說過香港那些所謂的泛民，何君堯議員曾經這樣說過，就算被那些泛民有一天做埋總統，做埋特首，都沒有分別，他們會自己人吃自己人，自己人會拉他自己人落馬。其實他們就是上演這一齣戲，美國那些所謂的高官又好，總統又好，是不是？好了，下一則的消息就有外国媒体就透露，有知情人士爆料，中国的公司字节跳动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营收飙升至到56亿美元的。这个字节跳动呢，就是内地的抖音啊、头条新闻啊，还有那个抖音国际版啊，就是那间母公司呢，是啦。咁啊，同呢个56亿美元呢，同去年嘅同期呢比较，係增长超过 130% 嘅，收入超过 Facebook 嘅 49.02 亿美元。我只係想讲希望佢快啲返嚟香港上市啦，係咪先。好啦，咁啊，今条影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睇，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同埋订阅。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